四月一日，朱一龙在微博分享一张搞怪角度自拍，并配文你好四月。照片中朱一龙的自拍角度相当惊奇，放飞自我，露出双下巴，画面搞怪十足。网友纷纷评论道，果然有颜任性，我可不敢这样拍，宝贝太可爱了，为啥这双下巴也让我心动啊，啊啊，这真的是我的龙哥吗？朱一龙，你这也太调皮了吧，米之角度的朱一龙，哈哈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引起全国人民关注，全国人民都在捐资捐物，娱乐圈明星及企业也行动起来进行捐款捐物，令人称赞。武汉籍演员朱一龙向武汉慈善总会捐款100万，帮助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。